0432。在赛前都会有一个习惯，就来这边喝一杯饮料。今年梦想家很不一样的一个亮点，就是我们有了自己的一个概念店，跟全家一起合作。我们都从这一家店开始，先来打个卡吧。对对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。哎，正好他打一号位、二号位、三号位、四号位、五号位。哎，刚好抱一对一下。可是有一个问题，就他很毒。哎。我在摸历史的古迹嘛，这感觉真的很好。但买东西绝对不打折，购票购票，欢迎哦欢迎，先来全家买东西就对了啊。购票，我们来看看 A B L 梦想家。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你可以开始买1月5号、1月6号、1月13号。但每一场我们都希望大家都利用全家的购票系统，用实际的行动吧，就跟全家一样支持我们梦想家。好了，我们上去喽，带大家到主场看一看。后面呢，就是等待进场的球迷朋友，打个招呼吧。嗨，很棒，就是提早来，聪明。进场呢，可以随着我360度转一下。我们的主场，那进场的时候呢，谢谢曼代马林、泰山。进场还有仙草蜜哦，还有水哦 ，for free。等会应该会非常热闹的贩卖部，也设计了一些我们的周边商品，很潮。我们福禄寿三老有他们的限量个人的背号底。我们不只是开放饮食，我们开放饮酒作乐。进场饮酒作乐的朋友，控制一下自己的酒量，负责任饮酒。哎，张总，过量了就不好。对，而且会害我们判。技术犯规。这边呢是范范姐姐另外一个捐款，你知道可以买周边商品，你又可以买范范姐的衣服，就当 shopping mall 嘛。外面的美食街应该算是一个美食的嘉年华，我带大家去尝一尝。好的，穿白 T 这边有，嗨。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美食嘉年华。在每一场主场的比赛呢，你从中午其实就可以来球场，而且要空腹来。你们都买了吗？买了。是空腹来的吧？是。好，你要都穿白 T 了哈。尽量不要沾到哈，所以建议你这样吃。一切除了感谢还是感谢。我们用最直接的方式来回报大家，就是努力的赢球，然后让梦想家有机会把台湾带出去。Let's go Dreamers！ 可以看到我们后面大旗吗 ？Dreamers！ 首先感谢所有的愿意支持我们的好朋友，包含球迷朋友，还有赞助商。看到这些看板没有？这些都是我们最佳伙伴。这个主场呢，大概坐满接近要7000人。呼吸起来那个感觉就是你有点晕又有点嗨，因为那种一氧化碳呼吸到彼此的那种气息，哇，这种感觉最好。这个是 NBA level 的座椅，坐在场边的这种看球零距离买季票的朋友，在最后呢这张椅子就是你带回家。我那边还有包厢，我带大家去看包厢区。一楼的我们在开卖的时候就是秒杀。这个厉害吧？里面一个包厢大概可以容纳8个座位，也是秒杀。连栏架，一方水果茶，感谢。这边呢，也是我们另外一个股东海硕整合行销。你好，是。这边你在习惯你的包厢，因为你那么爱干掉人的个性，这个是最好。这个角度好是，他感觉哎是球员板凳席冒出来的声音吗？然后要插技术犯规的时候，然后他躲在这个角落呢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是消费者啊，怎样？”我们连球员用过的毛巾都非常抢手，有人戴头带或者护腕就会往上丢。但我曾经看过一个比较残忍的画面，颜值比较不高的球员丢上去的时候呢，竟然还有球迷太散了，对球员是一种杀伤。你至少要接，但你可以拿那个手扒机的透明手套接，就不会沾到。
媒体区我们也不能亏待他们，所以这边应该是最直接可以看到媒体在吃便当的一个景象。等一下外面补一组大肠跟小肠，一人50张，好不好？塞饼了哇！哦，另外一个拦架，春阳茶室 ，Thank you。我们有诚意的想要让场馆硬体和软体可以结合，可是在第二季实力上面有明显的提升之外呢，那场馆硬体的设备，我们也需要更多朋友的加入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跟我们一起冲一把吧 ，Let's go Dreamers。